猪也叫做野猪，它的外形有别于一般农家所饲养的家猪。山猪分布的区域很广，从亚洲的南半部到非洲的北部丛林里都是它们出没的地区。过去台湾也产山猪，而且数量很多，常常成群结队的跑到平地来偷食农作物，农家的损失也很大，所以有一阵子很流行打山猪，没有多久一下子山猪的数目就少了很多。现在即使你到台湾的深山里头，也不大容易发现到它们的踪迹。野猪和其他的猪一样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嗅觉很灵敏，找食物的功夫是第一流的，即使埋在土里面也会被它刨出来。法国人就曾经训练野猪来找寻一种极为名贵的蕈类，叫麦蕈。这种麦蕈美味可口，可以卖得很高的价钱。野猪短小而结实，鼻子长而有点尖，因此看起来头部比较长。它的犬齿上下四颗会长到嘴外头，也就是獠牙，如果再加上一点速度的话，就成了攻击的最佳武器。这样的长相看起来还真有点吓人，青面獠牙真不是盖的。野猪打起架来非常的凶猛，在发情的时候又硬又厚的皮肤被獠牙一划的话，常常会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野猪长得满身硬长的毛，在山林里面奔驰的时候有很大的保护作用，比较不容易撞得皮破血流。而常年的运动呢，野猪又练就了一身结实的肌肉。虽然是黑了一点，看起来好像没有家猪那么漂亮，但是在猪家的表兄弟中是稳当选健美先生的。而一身硬厚的皮大衣虽然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有不少的好处，可是一旦皮痒的时候就伤脑筋了，怎么抓痒才好呢？好，就这么办吧。野猪的胃口很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它们常在晚上觅食，用长鼻子在地上翻土，翻到树根啦、蚯蚓啦，甚至蛇都照吃不误。谷类、蔬菜、水果，只要咽得下去，一概来者不拒。当然，在野外也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得下去。野猪生性凶猛，但是在动物园里头的野猪和工作人员长时间的相处，都已经培养出亲切的感情。每天工作人员都很细心地照料它，喂它吃好吃的营养口粮，它总是吃得津津有味的，所以也顾不得身材了。吃饱了呢，就打个盹儿。泡泡水，消消暑气，日子真的过得很悠闲。在动物园里面，野猪更喜欢洗洗泥水浴，既好玩又舒服，还可以免于蚊虫的叮咬。接下来我们所要为您介绍的动物是猪的远房表亲魔。而魔是属于鸡蹄类的魔科，猪是属于偶蹄类的猪科。我们所谓的一表三千里，它们还是有一点关系的。目前世界上只有两种魔，一种是巴西魔，另外一种是马来魔。而在动物园里的这一只是马来魔。当初从马来西亚来了一对马来魔，可是来了没有多久，魔先生就死掉了。经过解剖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的胃里面吃进了太多的沙子，无法排出，
所以就死了。现在就只剩下魔太太，管理员都非常小心翼翼地喂食，因此魔太太的健康情况非常的良好，只是孤家寡人一个，未免也寂寞了一点，不过她现在也渐渐习惯就是了。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马来貘都会感到好奇，因为某一些角度看起来它像是一只象，只是鼻子没有那么长。那说它像猪吗？鼻子又长了一点，但是粗短的四肢和肥胖的身材，走起路来又慢慢吞吞的，谁说不像猪呢？只是它的吃相要秀气多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声音，细嚼慢咽的，大概这样才不会消化不良吧。马来貘是素食者，平时吃一些树叶、水果和蔬菜，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长了一个半长不短的鼻子，可是用来卷树叶吃倒是比手还管用的。怎么样，魔的身体构造虽然有一些奇怪，不过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爱呢？大概是因为它知名度不高，所以在我最喜欢的动物选拔赛里头它没有挤上排行榜，也许下次大家可以投它一票。关于魔，它已经有一个传说，在传说当中魔是专门吃梦的，所以有人说它忘掉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的时候就说被魔吃掉了。当然了这不是真的，不过也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在野外，像魔这种又温和又可爱的动物，它到底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一块黑一块灰白的，原来这种颜色正是马来貘的保护色，看起来好像穿了小背心，在森林里面活动的时候不容易被其他敌人发现，这也算是一种防弹背心吧。魔的听觉和嗅觉都很灵敏，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走为上策，常常躲到水里面，要是走避不及的话就只好使出它的秘密武器来。你看这个秘密武器不像鹿和牛的角可以顶人，也不像马和驴的蹄可以踢人，可是如果出其不意的来这么一下的话，还真吓人一跳。这个水箱的射程可以达到2公尺远，当他觉得有危险或是对他不怀好意把屁股朝向您的时候，那您就得小心了，否则怎不妨来这么一记水枪，弄得浑身尿骚味，那还真狼狈呢。这种秘密武器很厉害的，所以下一次各位观众，您到动物园来看马来貘的时候，记住千万不要进入它2公尺的射程范围之内。当然了，如果你要带水枪来跟它比试的话也未尝不可。那今天介绍马来貘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传说当中的四不像就是马来貘，那究竟四不像是不是马来貘呢？四不像是指驼鹿属的动物，属偶蹄目，其学名是 BundacusTexcolor， 英文的俗名叫 Takin，T-A-K-I-N， 而魔和犀牛、马都是属于奇蹄目的，所以不一样。四不像是我国稀有的动物，原产宁古塔乌苏里江，因为其头像鹿、脚像牛、尾巴像驴、背像骆驼，故称四不像。它迅喜在沼泽附近的森林内活动，我国古代的皇宫内院内有饲养，后来由外国的传教士带走，在国外大量繁殖，故又有麋鹿的俗称，叫 Peris Davis Deer。 现在呢我们知道呢，这种动物呢除了在我国的东北以外，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亦有出现，故印度、西藏也有这种动物。这么害羞的动物要怎么搬家呢？
其实这次马来貘的搬运算是较简单而容易的，先挑个人少的时候下手，把它平时爱吃的食物先放进准备搬运用的木箱里。现在果然引起他的注意，于是他就先试探性的看了几下，现在他觉得没有问题了，就放心大胆的走进木箱子里面，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而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轻而易举地把它关进箱子里。1975年9月14日，对台北市民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因为这一天台北市立动物园要从圆山搬到木栅。这像什么动物？日子动物大搬家很有教育的意义，尤其是啊，这个对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很好的一个活动，所以啊，我们从基隆啊最远的地方拔豆子那边来的。哦，您从基隆来的，6点就到台北市了。对，整个带动大家对一个团体的团队活动啊。这一天真是热闹非凡，许多幼稚园的小朋友也参加欢送动物的行列。许市长也参加了这个属于台北市的大活动，小朋友们唱着许多动物的歌曲。筹备动物搬家游行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开始各项的工作。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把16种65只参加游行的动物给装上车，并且把卡车装饰得美轮美奂。当车子载着动物们陆续离开圆山的时候，许多人都赶来看动物在圆山的最后一眼，就是连小朋友也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游行的队伍从早上8:30开始出发，但是在这之前有马拉松赛跑的选手们来开道。从圆山到木栅，经过中山南北路、罗斯福路及兴隆路等等，全长有14.3公里。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是许多可爱的动物亲善大使，小朋友们扮成各种动物的样子。像这样的搬家游行在国内是头一遭，即使在全世界也是难得一见的，也难怪市民们都兴奋而热情地参加这个盛会。威风凛凛的老虎花豹似乎很习惯这样的热闹的场面。有的动物还挺好奇地从笼子里头东张西望，可爱的安哥拉羊似乎不知道自己是今天的主角之一，天鹅也高兴地摇摇尾巴。蜿蜒的游行队伍，再加上万头钻动的人群，从空中看到的景象十分的壮观。
而夹道的市民虽然都等候了很久，但是兴致还是很高，不停地欢呼和歌唱。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再加上天公作美，晴空万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车队徐徐经过了中正纪念堂，这里是游行队伍的中途站，有着盛大的庆祝活动。当车队开上了罗斯福路，来到台湾大学附近，天桥和高楼都成了最好的观看位置。这是从圆山到木栅绵延不断的热情涌现，也将人们爱护与关怀动物的心意表露无遗。当游行的车队抵达了木栅头顶里的新园时，一片锣鼓喧天，舞龙和舞狮更加增添了许多的喜气。从空中俯瞰新园壮观的全貌，也不由得为动物们感到了一份欣慰，因为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舒适的新家。这些花豹平常在动物园威风凛凛的，可是各位观众，现在您看到他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搬迁过程，每一只都显得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园方为了要让他们舒服一点，在他们搬到迁新园之后，立刻就在他们身上撒上一些水，以解他们的暑气。在整个搬家的过程当中，顽皮的台湾黑熊似乎是所有动物当中比较例外的。你们看，它现在精神仍然很好。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他看遍了台北市大小的街道，似乎意犹未尽了。现在园方正准备将他搬迁下来。目前搬迁过来的动物先安置在这个铁笼闸里面，让他们安定情绪，其实适应环境。而为了帮助他们安定情绪呢，在每一个铁笼上面都有不锈钢的铁盘，剩了两块冰块，这样的作用是为了降低笼内的温度，避免在奥热的天气刺激动物，使动物产生非常大的情绪不稳定。而这种方法并不是由国外引进的，而是由我们圆山动物园最老的技师陈德和先生他所研究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也可算是一种土制的冷气。像这样傲热的天气，不仅人受不了，台湾黑熊也受不了，拿起一块冰块津津有味地啃起来。像这样看来，冰块的好处还真不少的。目前所看到的是狮子，狮子现在全部集中在非洲区的蓝舍里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搬迁过程之后，原本已经比较懒散的狮子现在显得情绪似乎有一点不安定，希望他们马上就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而且新的环境也应该能带给他们更好的那个生活状况。